说他们编的比较好。对，他说眼镜也给他啊，医药啊什么他在身上。他说他的眼镜啊坏掉什么，他要换新眼镜。他上去，然后他说我有那个现金呢、啊，他说我要付钱给那个医生。那个人就说。不用付，你公司已经付了。他说一块都不用付。我就是有帮忙。那个眼睛400多啊。有保险啊。对啊。他说那个眼睛400多，他都不用付。上面有日本女孩子，菲律宾女孩子，还有什么马来西亚都有啊。他们都下去吃了中国东西，你看看。所以大家还是习惯都给自己的味道。所以我们去那个饭，所以他那个主人忙得要死嘛，不是吗？人人都在那边吃。那、你说你们一盘多少钱？一盘炒饭，基本上五大碟的，我们已经吃过饭了。对啊。所以啊，去叫一碟饭，两个人就喝一罐那个可乐，19块。哦。还可以。除外耶，又不是常常去。对的。他就叫我们去那个鱼生了，他说这里的沙丁鱼最好吃。那我们不敢吃。对啊，因为在船上万一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常常就没有从来都不吃生的嘛。嗯。他们他说的，后来他说那你吃不吃咸鱼？我们说他说这里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咸鱼。那我们所以我们就叫那个咸鱼炒饭。好吃，而且它不是咸鱼，它还有给你鸡肉跟虾，这么大的一个虾，蛮不错，还可以了。那就吃。另外一个广东人开的，那个人衰的，我们上去我们说老板有什么好吃，他说什么都不好吃。我说我那看呢，好像关门啊，难怪你都已经卖过。